那就。
原因其实蛮简单，你看它那个 drive call， 就是计算显示器从三，然后大概十 mm， 这边是不是要180去打它，再拆打的动，然后电流是2.5mm。那你要因为电压很高的关系，那个统一省一下，就是一支热管子它的消耗电，瓦数可能是400瓦，400毫瓦所以。然后 LED 呢，就是太夸张了。然后 LED 是22毫瓦，那就差20倍，那没有人要用。然后而且这个是玻璃，然后它你看它那个下面那个角度，插起来超麻烦。那其实你去细看它那个里面翻下去那个感觉，就是它这里有一层网状的东西，就是它的阳极。然后这层一个吸管就是它的阴极。那基本上它就是把180加上去。那个电池就会打上，然后就会让里面那个里面有一些充一些气，然后那个气体就发绿色的。还有人觉得那种光，因为它是电池出去的，然后打到气，所以你打到气体会出气，所以看到那个光像那个鬼一样的。还有人觉得光好像很迷人这样子。然后那基本上呢，我就说了嘛，1971年之后就没有再用，然后从现在还会用。它基本上是它曾经经过了一波，就是在一生，就是啊没有，最左边那是搞笑的，就是我最近在玩那个《王者荣耀》，玩很开心，然后就看到有一幕，这不是 EC2 吗？然后哇，怎么居然都看到这个东西的？然后中间这个是那个苹果手控的创办人，然后哇，他有一天就被拍到说他戴的是 EC2 的手，他自己中了2次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自己说的，就是现在很多人拿来做这个东西，就。就你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大家神经病，就是把一个1970年的东西拿出来再做，然后浪费一堆电这样子。然后，就是做这个的话，大概会遇到，如果你不想做，那如果你不想做的话，就听我比较清楚。那想做的话呢，你大概会遇到这些东西。就第一个，最大问题就是你从哪里买到这个，所以你去逛商场都看不到这个。那再来，你要拿从哪里拿到185的电？你这个插头拿出来都是110。那再来你要怎么控制它，然后再来你要怎么像这样做一个个制化的 PCB 的，这样我们就先从那个从那一百开始，基本上就是一倍，不是从一倍买，就是我找了一个美国代工，他帮我从一倍上下，然后一支管子是5美金，然后新的管子那个5美金是用过的二手货，就是从某机上拆下来，然后新的是12美金，因为看到上面好像都是。一些俄国人在买，那原因是这样，就是当初这个东西出来之后，全世界都开始用，然后后来美国是半导体先进，他们就我们终于做出计算显示器，这个东西变成热词就没有人要用。可是俄国那时候技术比较落后一点，所以他们就继续用这个东西，继续用到1988年，然后他们有某一种机器上面大量的用这种东西来当显示器，那他们现在那个，就他们现在就开始把这个技术。看一下，然后放在eBay上卖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你会看到上面都是什么乌克兰啊，巴拉巴那种奇怪的，就是俄国那区的乌克兰地方卖起来。那其实是真的，就是后来还有我后来在找这个时候，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第二个那个叫 Danny Bobani， 他是一个捷克，然后他有一天就是突发奇想去找一件那个 DC 那个泰国的包，然后就进去那个工厂开始做这个。那你看他那个一根管子要145美金。一根管子要问，我做八根就超过1000美，是谁付的钱的？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还是用二手管子，所以你就是说这个二手管你就要去手放一下，啪一声，就没了，至少一根。那再来就是怎么拿到？其实我这张投影片我在做什么事？我一直很苦恼，就是我们是要填那个初阶、中阶、高阶，然后我就在苦恼说，就是中阶。中间到底是对应到哪个？我不要说，我等下说我要做那个持久对持久什么东西，然后大家都会这样，那我就不讲。所以说，就是还是说什么大家都，我很怕说现在大家都去都知道这个事情。然后总之，我们没有要拿这个115，就理论上可以，你可以拿115，然后自己绕一个变压器，把它绕到一个，但是这样子会有些缺点，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它的电压，它就是180，变压器没办法再去。那我们这边用的是这个，就是自流对自流的变压器。那你可以自己做音，就是自己绕线，像我这个电路板上一样。啊，或者是你去淘宝上买，会买到现成的。对，你就买现成，然后把它锁在你的电路板上，然后把线接紧，它也是180。然后，基本上
就是这个，我现在到底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讲，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也可以麻烦让我知道一下。啊，我还要讲，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叫做什么？叫布什的 converter。那它的原理大家就想这样，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个开关，那个开关可以开关刚刚关。那我们把它按下去的时候，你看看电源就会送什么？电源就会直接走这个电源，然后对这个电源送掉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开关放开，那个电感就会开始放电，因为我们电感就是。那电感放电的时候，它就会走这个二级直到这个漏。那基本上你只要反复的对它这个开关，就是疯狂的开关，那你那个电感就可以充着电，然后用那个电感那一放电那一瞬间很大的电，把那个电压直接飙上去，飙到180。那这边是一些我用的东西啊，就是 MC3463，这个这个很好买，就是跟刚刚那个不一样，刚刚那个医生刚好听的话，他们那个自己做键盘，什么都买不到。那我们这个东西是不能买到，就除了管子以外，管子买不到我们管子，你要上那个，你要上易贝，其他所有电子零件去逛商场，或是那个台北地下街有个金金电子之类，就是那个地方零件，开玩笑就全部买到，1000块以内应该都可以。然后34063这个可以当我们的，可以当我们的外公这样子，很老非常稳定的一个晶片。然后开关是用 RF84，然后这个电感是我的参数是100 mAh，有人可以用168，再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子。那显示就记得要用这种绕线，我也是那个不知道怎么发现，我拿那个色马电源，就是像那个电阻丝这样，然后就冒烟的，然后就是真的冒烟就烧掉，因为你在那个开关在那个开一个关的瞬间，这个地方的电阻它会有个瞬间的放电，把那个电流，因为我们就是要那个瞬间的放电把漏的冲上去。所以这个电感会非常多，然后后面是那个 voltage divider 参数控制，那主要是我们控制那个，我们可以控制说我的输出12伏跟几伏，然后可以控制它输出是120到193。那怎么做到呢？就是这个是跟这个 MC34063，我们中间是个电路。那 MC34063它的概念是这样，它这边内部产生一个1.25伏的电流，然后外面这只脚呢会管它有个感测。那基本上就是你的电，如果你的电压如果还不到1.2伏，它就会打开这个 oscillator， 把这个 oscillator 送出去，所以这个地方就一直在那边开，就是它去控制那个开关，一直开关的。那基本上如果你负载没有很大的话，你可以直接用这个电压就是这个开关就好。那我们这边如果想说就是再加什么，我说再加一个另外一个 MOS 的开关的，就是这个可以耐比较高的电压。然后其实大家就这样，就是你电压不到。所以我就继续打，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一个，这个就是回收，就是我刚刚这些电阻，就是我把180去除分压之后，这边要变成1.2，所以你就可以去找这个2K 的电阻，就可以去找它输出的电压来回收。然后这边中间有一个那个叫做2090T，那个是一个放电的电路，就是我是参考一个叫做富古咖啡，他也做过这个东西，然后电路是超大的，就是那个是用来放电，它加了那个之后，它的那个效率可以从20%几升到40%，那其实40%还是蛮多的，我记得理论上最高可以到60%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你知道100就做这个，你如果真的做这个，那个手机比较短，因为你知道180电压就不够。然后还有就是你要怎么控制180伏的电，因为基本上180伏你流到哪里，那个电路就坏到哪里。那这有三个选择，第一个是那个 KE5ID1，它是一颗高压的 WIS， 那它跟其实基本上它就是当年那个二股在用开关管的时候，它比较的控制性，所以大概也买不到，也大概也是上亿倍的。那如果你想要的话，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就是 TLP5，这是妥希巴的。那但是它有个问题，就是它这个 data sheet 上面写的 VCU 是500。50伏，那50伏我们那个刚刚那个电压是180，所以它理论上可能会被敲穿，它可能会有点电流的误区。但我有个朋友，他又用了这个 TLP5 要三十，所以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用这个。那我这边的话是用这个有两颗叫 NDSA92 跟 NDSA12，那它是 NPN 跟 PNP 的半导体。那他们的，我记得他们耐压是300伏，所以绝对可以撑住这样180伏的电压。那对，这时候买到一些很便宜，有一颗这种圣经论2000在卖的。那 controller 的话呢，我这边就是我就没有在那边搞那种奇怪 controller， 就是直接往里面，就是我没有那个古老的那种显定层，我就
就是直接用 Arduino， 然后直接用它的那个 ATmega 上的 Rubby， 然后烧 Arduino 的软体在上面，所以我写code我就写 Arduino 这样子，然后直接烧进去。然后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。那主要是脚位啦，就是、啊、这边有一些其他的晶片，就是 ESE307 是 RDC， 因为我要就你刚刚看开机嘛，它那个时间很紧，就是因为现在它时间断电嘛。那个时间就记得这个 RDC， 就 DSE307。然后我有用 7805， 就是12不进来转给我的晶片用。然后 decoder 我是用两颗，就是 74HC 的系列的两颗晶片，就是三只脚转、八只脚跟四只脚转使用。主要是因为我这个 ATmega 328D 它只有18只脚，它不够用，因为我这有8只管子，然后每只管子要那个，它有12只脚的孔，所以你一层的话就是你至少20。那我这个根本就没这么多，所以我就是要先用底扣的把它从，这样就可以把它降成三只跟四只脚。那这边就是我脚位，就是 reset， 然后两个口位没用，四脚是那个 DSE307 的 interrupt， 然后再来是那个刚刚很炫炮的 LED， 然后就是三只脚是控制主要我现在要哪一只的，那这里有四只脚就是控制我现在要走哪一条，我要先吃哪个数值，然后后面一些那个八层的东西。那再来就是客制化电路板。那客制化电路板的话，我这边是用一个东西叫做 EDA。那跟刚刚那个，他刚刚是用 KIK， 那我是反正我用 EDA。等一下我讲会讲。然后我打样的话，那这好像有广告，但总之我是用这个 JET PCB 的这个。那成品的 size 就是 layout 的结果是这样，26.40×10.4，有点大，因为我这一版没有 layer 的那个，没有 layer 的。那稍微讲一下 custom PC，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做电路板，我们就稍微教大家怎么做。就是软体的话，你可以选那个 Fortive 或是 Altive， 这都是专利，就是都要花钱的。那现在那种真专业的厂商，专业的厂会用。那我这边是用那个 EDA 跟 Eagle， 他们是需要组成。那我这边可以用 Google 账号登录这样。那 KIK 是真的 free， 就是如果你们真的那种 free 的精神充斥于你的脑中那个。只要是有要花钱或是要注册，我都不爽用的，就用 KIK。那主要用 EDA 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络的 service， 就是用浏览器打开它，它就可以用。那最主要是它是一个网络 service， 而且它你可以把你的 layout share 给大家，所以在上面就可以直接找到我这个管子用的那个 pin 键，那个图可以直接找到。那缺点是什么？就是缺点就是它是网络上，然后。所以他你如果一次光一个一堆元件，他就挡掉。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用 Firefox 的时候会比较顺用，就是碰就猛，每次就挡掉的。然后有些功能真的蛮难用，就是你真的无法。那这个真的幸好今天没网络，如果今天想要开网页的话，就帮我算一下，我真的要把这个图解下。那就基本上网页打开就像这样，还是浏览器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快速画你的视频背景。像这个是刚刚高压电的那个视频媒体，然后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到，你看它在 import component 的时候，这边就有个最后，它这有个 user contribution， 所以我打这个管子的管子名叫 IS， 它就直接有人帮我画好这个 layout， 就是 layout 上面会长什么样，然后视频媒体上面有哪些线就是可以接进的话，那如果你是用 KIK 的话，你就要再去奇怪的地方下载一些东西，然后把它充进去就很麻烦。那个基本上它的原件都有，就是很好找，就是还蛮好用。我觉得这点方这点真的不错的。对啊，然后画完时间面，它可以帮你转成 layout， 但是它没有那个什么，你知道有些那种酷炫，应该不是说酷炫，就 Fortive 那种软体，它可以自己帮你说，我帮你自己把线拉一拉，它自己帮你拉好，这个没有自己拉的。你帮它转好，它就帮你把所有的原件 layout 放好，然后这个深蓝色的线就是这个 red line， 它跟你讲说这条线跟这个剪刀几。然后你就是用这个 top layer，top layer 就是bottom layer 就是对的，然后就是用把它拉好就是，然后理论上它可以加更多金属，但没必要，就是我们这个 layout 是能砸到哪里去这样子。然后画好就像这样子，然后你要填那个记得要填金属。然后我 layout 都是这样，就是0.4mm， 然后功率的线是1.1到1.2，就是你要让它有点功率。要是发电，然后基本上呢，要就是你该接有接上，它里面有帮你附那个 DRC 的
是你脚镣线太近，它会给你警告；啊，你把不该接的地方接线，它会跳一跳警告。你要自己画的话，小心。我这是真的，因为它我们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品名，所以 AI 就随便点。就是我的那个研究所指导教授的一句话，就是均一下面都是意思。那当然这些句话是假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老师莫名其妙都会做到六十句的东西。那这个是五句以下，那就说这就是 DC 嘛，随便点。没有开玩笑，就是你大概两三句之后以上，你就要开始注意那个信号可能会有那个需要完成的问题。但我们这个没有，我们这个完全都是直流，所以没关系。所以很简单嘛，你要画个曲面图，然后你把它转成这样，然后把链要画一画，然后把那个孔布，然后就结束，就你就可以去送那个卷成 ECB 那种公司来帮你做出来。对啊，然后你买，刚刚大家如果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哦，那个。我就说嘛，它是从二手机拆下来，因为看它的脚啊，一只每只长度都不一样，它现在有那个脚太短，短到你没办法用，这款就没办法用。所以我这边是买那个什么，你去买那个 IC 的，就准备在这，然后我就把它每只剪剪剪剪剪，然后再把它每只擦擦擦擦擦，它这个脚就变成长的好用，就是后来的卷轴机这样子。然后线流电阻啊，这个是可以跟75K都帮大家试。那如果你要调那个亮度，就是你可以把电阻调小一点，它会更亮。但是你不要亮到一个程度，它那个数字看不清楚。那狗哥们，我其实没有想讲狗哥们，就是大家会喜欢听，一定会喜欢听，所以，应该很安全。反正右边是我的核心，就是核心就是说你去设定说，比如说我那个旋，我管子要哪一只脚，然后数字要用哪个数字把它写下去，然后这边加个 delay， 这个 delay 是因为那个什么？就是它去 update 需要时间，所以如果你很快加速，然后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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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中间没有任何 delay 的话，它那个所有数字都混在一起，你就会看到那个一二三四五一七两个。然后 ES 一三零七我就直接提供 library 了，就是我都是用别人抄，就是他这边用嘛，他这边就随便写，就是看你用下去，然后 NVRAM 可以把一些数据存在里面，存那些存储用不太值。然后写程式的时候要注意一个，就是不要量某一个数字量太满，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因基。Castle, 就是说呢，它这个地方我们是从某一个阴极去开始射电子，然后把电子打到那个，你知道电子除了撞到气体以外，它还会撞到阳极，撞到阳极，它可能会打出一些热磁，它会把那个金属打出一些金属粒子，那这个粒子呢就会粘到别的阴极上，因为别的阴极没有在发光，它没有在打电子，所以你如果你亮着某一根太久了，其他的阴极就全部坏掉，因为你等一下就说我亮完一，我等下再来亮二。就看到二上面黑黑，因为上面有些热色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基本上我刚刚那个会闪的这个月，你要定时的把所有的管子都让它亮一下，它把那个上面的东西脏东西清掉的。然后，对，就是要做这件事。然后，对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对，如果你真的看到买一根管子，然后它热色，所以它上面这里有点脏脏的话，是可以通那个第二点。没再大一点电去给它清干净的。然后除了有 1.1 以外，我还做了一个叫 1.02， 就是我把那个 layout 把它从10.4公分把它往下压，压到3到8公分这样。那你看到这个 layout 就没有那么随便的，我尽量把它压低一点。然后不过我要提醒的是，这个板子还没有，我没有试做，这是1点，我没有钱，就是去洗1.02吧。不过我后来有认识一个，就是他看了我的 logo， 然后他觉得他想。他叫黑黑的，然后他在厦门，但他后来有去把这块板子洗出了，然后他目前的进度是他好像要把一根管子抄到上面，然后那个管子裂，但他也没有把所有的管子抄上去，然后他说到这个管子裂。那我自己的计划呢是，我是有想要做2.0版，那2.0版想干嘛？就我想要把 ECB 分成上下板，就它你看这个大，那如果分上下板、下板通知上板，通过我的管子，我就可以做很小。那再来是我高压电想要换掉，因为我现在这个高压电效率只有40%。那我有看到网络上有人写，它可以到85%，就它因为 MG34063，毕竟它的控制频率很低，所以你要效率本来就打不太上去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要用那个 SMT 的表面贴的元件来。那还有一个呢，这是我昨天加的，因为我昨天就今天终于要讲，我昨天就把硬体拿出来，然后我发现我用你知道这个东西做好了，不敢开了，因为坏掉了。就没了，所以我不敢开，所以我从去年10月做好到现在，其实都没有把它亮出。那结果我昨天打开发生什么事？我时间飞了20分钟，
跟我讲，哇，那太可怕了，我才十个月就飞了20分钟的，所以我计划的是，我可能会把它从130切换另外一个 RTC 的芯片，就这个芯片可能会比较好。不过这一切都是空谈，就还没有任何时间表要做这件事情。然后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，我这些该都公开，就是第一个是笔记，那第二个是我 source code 跟我 source code 上面是有软体跟硬体，所以你要的话，你就是上面可以载到我那个 Java 上，你把 Java 上寄给那个 PCB 上，它就会帮你洗版出来，那你就拿到板子，你就再去买零件就好。然后下面是有两个在 EZEDA 上的，我们也是公开的。那参考资料呢，就是有这些东西，五六三十。那酷咖啡站的功课题，我最近看说它不知道怎么关站，然后有点难过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先讲到这里，就谢谢大家。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？线上电池。哦，没有，我要充电，450瓦。哦，那就是，那个我这边有一颗锂电池，你看，然后我这应该可以放在这边，等一下，或者我等一下会拿到电池这样，大家可以看。然后它有一颗锂电池在这边，就是给那个 RTC， 那个RTC 今天要用，它一颗锂电池可以用10年，就不用来。可以用10年，那够了，因为那个 RTC 的设计就是它电流有500能电啊。上面那个块它耐用吗？就是好，这些二手是不是比较耐用？因为它二手一定是用了，然后后来那个机器就报废，那个机器就被它就留在那个机器上，然后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赚钱，就把它拆下来。啊，网络上的资料是说这个的使用时间是不定的，有5000小时。有人说5000，也有人说500，500是有点太多，有点稍微重了点，然后就，但也有人说20万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个偏差有点太多了。我觉得20万真的就是你把它的一个量子放在前面，不够重要。20万小时，那你有把它开走了？没有。我说我不敢嘛，就是你知道这管子那坏了，然后坏了第一个换很麻烦，第二个它就少了一根，所以我说做完就是把它当那个镜子，然后放在那。所以这个微光板也是用 scan， 就没有说一直持续持续的那个。对，要省电嘛？那第一个是要省电，第二个是我接脚没那么多。你选择 Jet PCB 来洗板子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认识他，跟我讲说，就是我之前在一家公司打工，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做硬体，然后就问他说你用哪一家，然后就说我用 Jet， 可是那一家是行内出名的贵。而且这个，闭嘴，这是真的啦，就是我知道它可能稍微有点贵，就是因为我那个香港那个朋友他去洗，然后他价格好只有我的1/4还是，还算多了吧，还是1/10，我不是有挑剔，反正他因为他们去中国洗，然后我不想要中国的，哦，可以吗？你从头到尾花了多少钱？你都什么？从头到尾花了多少钱？我想想看，这个管子好像管子大概2000多吧，然后洗板大概要4000。如果你跟那位同学问一下，就是便宜一点的板子的话，可能可以省点钱。然后零件加一加大概7-8万，所以大概总共7000块。那时间？大概2个月。那我自己是因为有经验的，所以好。然后那个我当时洗板我洗了4天，所以我那边有3天。如果你真的想做的话。可以拿去做这样，可以跟我像霍后来跟我拿，然后我不过我这板只有限内要上的缺陷，就是你在焊的时候要有那个去焊机，因为我有一些点那个焊机，所以你没做焊机它会粘在一起。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焊机的话，就看看还有没有别的。如果你要模拟啊数值的调化会比较省。大家不知道，对上面哪一种不知道，我自己是觉得不会。还有别的，很糟。而且他所谓说模拟，他说的其实我说我选这个，然后最适合的上次你说了300多万，你看我这个，看 YouTube 直播，我说这个怀古，这真的是怀古树，没事拿个棒。有人说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管子，然后美国好像有自己的管子，就比较大，
据说曾经这些管子被曾经放在那个纽约证券交易所上面，还有显示数字，就是股价数字。但是据说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。俄罗斯那边，对。